所以目前呢，我国研发最快的像腺病毒载体疫苗，已经启动二期临床试验，还要进行三期的临床试验，将根据临床试验的结果，才能够最后确定是否来进行使用。这还一个审批啊，这样一些程序。停滞等科研攻关进展情况。这两天刚批的灭活疫苗，这应该是一个传统的技术。 工艺方面的一个疫苗，应该讲的生产的工艺啊，相对比较成熟，质量标准可控，保护的范围呢也比较广泛，同时呢也具有国际通信的关于安全和有效的评判标准，所以这方面的话呢，也会为加快疫苗的使用提供一些条件。即使我们在应急的情况下。 实际上，在整个评审过程中和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评价的标准呢，是不能够降低的，啊，降低的，这是一个。那目前社会对疫苗高度关注，啊，高度也是高度关注。我们也期待尽快的看到我们国家的疫苗研发取得突破性的重要的进展，啊，使我们安全有效的疫苗早日上市。